一个影片快速上手，无冕之王亚伦高登。高登有着超强的灌篮得分能力，在位于五公尺内非负角度灌篮触发几率为100%，发动灌篮没有受到干扰，被盖火锅后能够顶开防守人，将球抛向空中，变为可增强的篮板球。在触发力大无穷时，可以点击增强补篮技能进行空中作业，绝招持球坐姿换手灌篮。被盖火锅则必定触发力大无穷效果。高登持球还可触发跳步灌篮，在跳步灌篮和接球灌篮时，还可在空中进行传球。高登在篮下三公尺范围或指定区域跳步接球后，可以触发双手速灌，并且在空手进攻时长按跳步接球，可立即进行跳步，落地后仍为可运球状态。高登依靠力量的背身单打也是他的强项，在背身超过0.5秒后，背转身速度和空档中投命中率大幅提升，受干扰范围缩小，但不会触发勉强上篮。任意传球速度和距离也会大幅提升，在进入运球状态的3秒内，被打移动速度和被打成功率大幅提升。他的护框能力也不容小觑，在主攻灌篮时，迫使对方把球抛向空中，变为可增强的篮板球。在主攻灌篮成功或力道无穷触发时，还可增强到篮板在空中完成传球。这样一个有超大灌篮能力的亚伦高登，你喜欢吗？